如何读书作文的小技巧，这个是小小东西啊，你想想，我们竟然有在教作文写作班，有没有？怎么样写是很好的文章，有没有？在我看来都是狗屎。为什么？那个都不是自己的想法，那个都不是真实的感受，那个只是一个死掉的没有灵魂的空壳子的东西。台湾这个在教授取出来的，就是哪一个人讲什么，哪一个人讲什么，哪一个，那其实就是跟我在编词典一样嘛，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啊。那我要说你，我还讲比你更多了，讲到让你公告你老爷哦，你吓死啊。但是呢，说话那个跟你无关，我告诉你，你平常生活今天在这里遭遇了什么，是什么感受，赶快写下来，写下来太慢，用录音的。然后呢，录音还在推迟，这个应该用推还是敲？台湾人最经常发生的，你都有经验，笔拿起来，我应该用这个字还是这个字呢？当你在想到对用这个字比较好的时候，原来的创意灵感早就不在洗衣得已了，那是啊，危机了。我在野外，任何场地通缉，灵感跑进来那瞬间，灵敏的那种悸动，我如果要去用手在那边写的话，绝对记不了，而且稍纵即逝，离开那个环境就不会有那个通缉，不会有那个思考，那个灵感就永远不见。所以呢，我就随时带个录音机，我有任何感触马上录一下。你今天遭遇什么？恰好跟一个朋友有冲突，他怎么恶毒，你恨得要死，不用恨，赶快记录下来。哪一个老师怎么样子糟蹋你，不要气，赶快记下来，他怎么糟蹋你。哪一个人怎么样对你，让你产生很大的感觉，你产生很大的愤怒的时候，不要气，赶快把气的原因、气的历史有血有肉的给我写下来。那个是什么？你怎么样？哇，哪一天喜极而泣，接受了什么样子，听到什么样子的话，感动的哈，灵魂啊，内面都已经这个都像你啊，王寡记 ，OK， 把它记载下来，好坏都是这样，因为难得有心灵激动的时刻，你要赶快把它记载下来，不要管遣词用字，只要把那个意思抓出来，赶快写下来。你知道吗？你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你这个人的生命，在特定的时段碰上什么样的东西所生出来的一粒珍珠晶钻，那个是有血有肉非常真实的东西啊。好，你就这样一直记下来，一直记下来。有一天老师说，好，请你们写作文，写论友情，你就把你这一本古老的东西拿出来看，跟有钱有关的，哎，哦，这里有记，哦，这里有记，开始写了，哇，行云流水，因为这完全触动你最有感觉的东西啊，再加上以前既然就有那个作文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串珍珠串，那个原来的珍珠在那边，那所谓作文的功力，只不过是拿起一个穿针引线，把你一辈子最精华关于友谊的感受串联出来，变成一串美丽的经传的。所以写作文就是干嘛？串珍珠串。再来，平常自己不思考的时候，很难有什么新的这些创意。看别人思想的时候，哇，左右逢源，产生很多想法。就家己讲无半撇啦，看到人咧讲咧批评，批评人的人哦，下下就都厉害，对不？所以看到书、写书、看书，一定要做媒体，经常受到刺激就会讲。那接着，什么叫做读懂？看人家的 paper， 看懂了。你随便给我下个定义，什么叫做看懂？随便说，什么叫看懂？能用自己的话。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，甚至比原作者表达的更多。没有这，这就是消化，我们叫内容。
用我自己的话把它真正的意思表达出来。 OK， 既然这样的话，这要训练哦，我可以写。所有研究所里面在训练什么？训练化约能力，这个第二次讲了，第二次讲。但是因为平常我们很多的灵感、真的稍纵即逝。最后一个小技巧给各位参考，就是什么？我从大学开始的念书，基本态度是当成明天我要教这个东西。 OK， 我们在学生的时候，我不是为了准备考试，不是为了，我是为了要教学生这个东西。这个态度就截然不同。所以要准备一个功课变成我要教的时候，原来念一两篇 paper 就够，我因为这两篇在演讲中我念了30篇还不够。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不是引发 wanting to know 想要知道，而是我们的教育里面培养出应付的人？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逐渐抛掉自己的主控权，变成一些反应机制的哈巴狗、激进狗？你们从没有发现吗？你们没有察觉吗？你们后以为真正金科玉律的所谓的教育的东西，原来都是堵杀你们的这个最恐怖的这些杀手吗？从小到大怎么样？越长越大，怎么越来越笨？到小学生的时候，老师问问题，所有的学生，我到大学的时候，老师问什么问题啊？你回答哦，看别人。奇怪嘞。还有啊，这个谈教育有站点，我只要你会发现，我谈到教育都停止，因为我一谈就没有办法停止。那我们只是借这个小小的，就是说接着呢要亲自师长，或是你要找真的不错的人去接近。真的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吗？你如果当老师要切记反省，经常教一年级就一年级程度，二年级不但没有什么年级程度，还在污染别人。那这个反省力谁来给你？当老师的时间一久，就变成很恐怖的动物，什么都要教人家，那就完蛋了，真的是完蛋了。我们实在守住的东西，就是我一无所知啊。OK， 我现在已经把所谓读书做学问的方法，原来我就是一堂课两个钟头，那我用大概25分钟解决，原则已经讲完了。好，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交流。那接着到等一下，也许20分钟后或15分钟后，我就把交给蔡老师跟各位的对谈。好，现在有没有要提什么？